我走还是走直路哦，走走。下面好恐怖哦，下面好恐怖。下面怎样？很多声音。是哦。东西要我拿吗？我们都放出去了，哦、都放出去了。好。然后阿比，我们正面也走看看。阿比，这个要小心哦，这是传送器哦。嗯，好。它会让你传送到这个设施的任意的地方。毯子给你。你干嘛？我出去搬东西。哦，好。那阿比，我们陪他们一下楼下的。他们应该在楼下。嗯紧张哦，好暗哦，超暗呢、欸。我不知道他们刚怎么走。哎、欸，嗨，志远，有听到声音？我们班超多的。好啊，那个 Yuko 呢？哎呦，在后面，这边有个逃生盒是真的，等他找一下。那要不要撤了？还要拿蜂巢哎、欸。那走，那走。你好。阿比走。喂。那你拿这个。我们先放回家，然后等一下来拿蜂巢。好。哎、欸，巨人居然出现了！啊，他在引巨人呐、啊，他干嘛啊？啊？怪怪的哦，我看到人有两个方向哎、欸。阿比跟你讲、嗯，巨人是势力的，嗯，所以要躲是吗？嗯，他在家里那里，就是你不能让他看到自己。如果他在追的时候，他往这里有一点哦，我们躲一下，躲一下。哇，他这到时到底是有没有看到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有看到就直接冲过来了。只是他这样子，我们蜂巢就很难拿了。巨人也有听力，那个比较弱啊。他又在引巨人，他在干嘛啦？想要把他引走比较好拿蜂巢吧。哎 ，no 过来了。没有没有，他看到那个飞船上的应该是巴巴。哇，怎么办呢？阿比，你还有手吗、欸？对不对？嗯。我想，我可能要把他引走，不然我们这都上不了船。好，有东西要帮你拿的吗？都会很重哦。对，你就慢慢来。跟你讲，阿比，你如果上船的时候，就叫船上的人把我传回去。好。好。那我你等一下，对你走左边绕后面上船，我从右边去引他走。好，分开分开。巨人，看得到我吗？巨人，我螺旋桨，超级螺旋桨。哎、欸，他自己走了，他自己走了。哎、欸，那好。你等一下传送我，我想引巨人走，我引巨人走，等一下传送我。心酸哦。进设施，进设施。睡啦。Nice。我有个东西想要，先生有东西吗？我没有没有，我就是下去引。你可以拿，可以拿，可以拿。巨人在入口，巨人在入口，我把他引到入口了。你好棒，你好棒啊！很臭肥。去拿东西啊！觉得那个巨人是开出来的吗？先拿东西，拿回去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那时候就看到爸爸在跟巨人跳恰恰，然后我就把所有东西都给阿比了。蜂巢在哪？巨人啊！蜂巢在哪？这后面在船旁边。巨人在入口，我觉得可以拿，可以拿。来来来，我引。好好。有拿到了，开船！
开开开开开开开，又倒了又倒，重大伤害！哇，那个！碎碎碎！我剩十七，我剩十七滴！我们好棒！好富，强好强，强哦！那个，该买个地堡了。是啊，哇！我们可以买信义的房子。A 级呀、啊，我们好强啊！啊，超富的。还有一天，还有一天，哇！有，这一定有，有猫猫在的关系。猫咪的叫声越来越凶了，为什么？哦，摸一下它，摸一下它、哦，摸一下它，它是生气了，摸一下它。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摸摸摸，我想留着哎，这毛放这里。你要留什么？留玩偶啊！哭啊、喔！那个超挡画面。我把它放在这里，好不好？装是一个收集公仔的概念吗？对啊。啊啊！泥皮相这边来。娃娃娃娃，脏的。脏娃娃。我想找到脏干净的。哎、欸，我们两只娃娃了。好啊。对啊，收集公仔。还有多多十几个新东西。哎、欸，阿比，你那个手电筒要那个丢掉或充电或干嘛？啊，你没拿 ，OK。阿比手抽空空吗？丢下来，我好像左右边有一格，那个我要怎么把它丢出来、啊、？Auto 按 Auto。哎、欸，对对，按 Auto 然后。按 G， 好，有有有 ，OK OK， 走走走走走，我们浪费一点时间，这里好，嗯，这样子空空有好处，遇到危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帮忙拿了，跑得比较快，嗯，这里这里，我们走捷径，冲啊！我们跟这个公司越熟了耶，没错啊，我们。顶尖的呀、啊！有玩偶，我要去拿那个玩偶。哈哈哈！单机的，你要跳回来，你要跳回来，你要跳回来。对，这里，这里，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换手。对啊。啊，换手，那你就没事啊，你就可以回来了。阿比，我们走，我们阿巧跟阿比是贴右走，你们可以贴左。好像也绕一圈了。前面有吉祥塔。小心哦、喔。我怎么觉得很多啊？这里这里蹭，直接跑过来，直接跑过来，直接跑过来。他射另一边，不是射这，不是射这，不是射这里。哪里？拿阿钱，阿钱那边，阿钱那边。好。哦，这里应该有东西哦。有。哦。哎、欸，我们都没有武器，对不对？什么啊？这个手电筒是什么？遥控器。那这不要走、哦，没有武器敲的话不能走。感觉就是假的。哎、欸，那、我们回去的路呢？哦，在这。对啊。这边看起来像多林格。哎、欸，哦，这里是你刚过来的路吗？他们那边听起来就是有怪啊。我们先出去放东西吧。刚刚你们拿的。哎、欸，你没拿东西吗？对，我没拿到东西。那怎么办呢？好像听到他们在喊要快跑、欸，哎。真的吗？那就跑了。跑喽！不行啊！怎样？回去传他们吗？没有，那你们两个回去好不好？好。对。哎、欸、，key 可以给我 ，key 给我。家里 key 很多了，我看会不会用到。你们先回家哦，加油！团结啊！对，怎么可以让他们？你们还在吗？没声音呢，有他们还在。
你们如何？Hello， 你们还好吗？哇，有蜘蛛！哇！他们是遇到什么状况？哇！哦、嗯 oh, ，对，猫咪，对我就想说你有猫咪，所以我一定能 来找你。哦，你们还被蜘蛛弄了。好像最后传过来的，我只能说我们这边你整个被捆起来了，我看你的鸡腿是被捆住的、欸，战况很激烈。我花男有两个，花男跟蜘蛛，超肥，哪两个没看到？哇，可惜，阿巧应该也死了。哇，我有一个手电筒，但还好。你是怎么死的？我被花男啊，他直接从我后面来，我完全连看都没看到。因为我好肥啊、哦！我懂这个肥肥的死去的感觉。我让他们先回去，但因为有听到你有那个猫咪，所以我想说要去带你们。然后我过去的时候，还有听到你们纤维的声音。我们一直，我们那边一直有蜘蛛。我看到有人被结成网嘞、欸。对啊，蜘蛛好难受、哦。遇到什么东西？怎么死了？蜘蛛加花男。他们遇到蜘蛛。猫咪，可是前面有蜘蛛，所以我在跳来跳。六六塔、啊，没有。可是你不是有铲子吗？我铲子，后来爸爸被逼到角落，我用铲子狂砍。嗯，你应该就把那个猫、啊、咪丢了，然后拿铲子敲它，或者是爸爸拿猫咪。有啊有啊，我后来拿铲子敲。可是，蜘蛛好硬哦。蜘蛛感觉确实要两个人呐、啊。蜘蛛没有电击枪，或是两个人一起打，我好像扛不太住，太痛了。哇，少了一只猫咪。嗯，猫咪什么花色的？米色的。米色的。米色的。没事啦，不是阿兵都好。该回家了。回家回家。想要把玩偶留着，反正我们不缺钱。玩偶可以先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其他东西先卖卖，看有多少。你怎么拿玩偶在充电呢、啊？你这人在干嘛？啊，这个是充电的，这个可以拿它讲话啊。是哦，借我看看。只是会耗电，然后可以充电。真的、哦，我看看。你试试看，来。挤压。喵喵你。不不不。啊，玩偶可以变身。不不不不。按左键，按左键。哎呦呦，他一直在疯狂耗电。每一个都会、哦。难怪这么吵。迪雷卡，他们在想说那是什么？玩偶啊！去卖东西，去卖东西。就是这么玩的。对啊，阿比好像没玩到，我们等一下再玩。为什么今天的打折都很少啊？82F2F Rock Killing Tree 是那个哎、欸。火箭喷射角哎、欸，我想买哦。他们没有什么用途，但就很好玩。啊，趁现在偷买，他们不知道，我买两个。还是买一个。我们铲子够啊，而且我们钱蛮多。对啊，我们铲子很够。OK， 好。那你们有想要去新那个吗？困难地图，可是。我们没有电击枪哦。你是说泰坦吗？买对啊，买不起电击枪吗？不是啊，买电击枪就没办法过去了，因为那边去都要500块、600块。哦，我觉得不用买手电筒。我觉得我们就是去世界观光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去观光。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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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不是啊？哇，这其实不该买啊。这是这模组才有的东西啊。哇，我觉得这个是犯规了。好了，什么东东？这个哦，这是什么 RPG 之类的东西吗？火箭炮。你要看吗？可是会扣钱呢。还是先不要好了。我们留着，说不定遇到巨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试试看要不要。
打不打得死他？是吗？正常是啊。正常是打不死啊，可是手上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都是魔组的，说不定就有机会。啊，屁剧，这是特别的，就是我们这个绒毛娃娃跟这个传送器啊，跟这个 RPG 是共同的一个模组，对。那想说有这个东西会太 OP 啦，所以就尽量不要。但它其实也只能射四发，射完四发就没了，是没办法冲的。有人说一样打不死，看看我们每一只都可以这样讲话吗？对，手电筒有需要再补吗？好像快没了，我留钱。要，可能要补一下。我们困难的有三个，一个是 R E N D， 一个是 D I N E， 一个是泰坦。你们有想要去哪一个吗？泰坦